光泽山啊，刚刚有人点菜的 ，yes。然后这件是我个人最爱、最推荐的棕色，等一下。我会穿日韩感罩衫吗？好，等一下穿。好哦，好哦，等等穿哦。他是有说要你穿吗？对啊。OK。对。哎，还有没有人点菜我没看到的呀？我们如果有没点没有回应你的，要讲一下哦。Yes。你衣服太多了。对。然后它是我个人最推荐的棕色，棕色一定要买。然后接下来第二推黑色，然后接下来是白色会比较透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棕色的话，装在里面穿黄色的内衣，其实也看不出来。对，然后它这款就是有很漂亮的光泽，真的默默的光泽度很棒。对，然后它也是很凉，就是夏天完全也可以穿，但就是侧边你要穿 bra top 会比较适合，因为腋下有时候你动作的时候会稍微看到一点大。然后看到侧边内衣侧边的布啦，所以你自己要小心一点。嗯，真的很凉哎，就是很凉。但这个是不是洗完真的要马上甩甩？它马上甩甩之外，就是如果你是有不能接受皱褶的人，就是要烫一下。天哪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们要我们要勤奋一点啊！不行啊，早上选衣服就要选很久了，还要烫衣服。没有，洗完就要烫啊！你们太懒惰了吧？不行。你知道如果我要穿这种衣服，我都要先前一天想，哦，我确定我要穿它，我要先烫好，然后我才敢睡觉。你要收到衣柜里面之前，你都要烫好了。不行，我收到衣柜里面之前，然后因为我很常翻衣服的时候，衣服就会就是大家会各自挤压在一起，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它又是有皱。好，那反正大家自己那个，如果你是勤劳的人，你再买这件好不好？但这件这个光泽度还蛮好看的耶。那我觉得撇开，那你就不要包色，你就买这一色就好了。这件我觉得这个色的，这颜色它是真的很有质感。然后它搭牛仔裤，或是像这种白色的西裤，或者是蕾丝裙，现在现场没有。我觉得有一种很知性的感觉，我觉得有日本姐姐的感觉。对。然后我们得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真跟 Connie 一起入镜，衣服好闪亮，没错，我们这个都是有光泽度的。对。好像讲的就嗨起来。那顺便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我身上这一件是银箔的，就是银箔光泽的开扣衬衫，这一件是比较亮，然后它这件是微光泽，对，微光泽，所以光泽感是不同的。它这款的光泽真的是微微的，所以是低调有质感，然后这件是比较高调有点设计感的。今年很有那个流沙金的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流沙金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还蛮符合。如果你是想要走在就是时尚阶段，对对对，已经想要跟着颜色走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有搭上的。好，现在往后我们要介绍。然后裤子是单口袋压着西装裤，对吧？总之就是单口袋。然后它就我只知道关键词而已。然后它是有两个色，乳白色跟粉红色。粉红色好可爱哦！天哪，这个粉，乳白色跟粉红色。然后它有分 S M 两个尺寸。然后张真现在穿的是 M 号。嗯，然后你是舒服的吗？是舒服的哦，很舒服哦。给大家看看，那它的 M 号的话，我觉得腰围26会有一点小小松，一点点。嗯，不过张真纯38穿起来是顺的，顺的。你要扎起来，我扎，随便扎一下。好啊，随便扎。随便扎一下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侧边，然后背面的线条这样子。然后它的裤裤是什么色？绿色 ，OK。哎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跟这个绿差不多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太出来。穿那么亮，对，看不太出来。然后我觉得这款就是，如果你是这样去上班的话，非常适合，就是办公室的女生。嗯，就是既知性，然后又有那个专业的那种气质在。真的，我喜欢粉红色啦。你喜欢粉红色？喜欢粉红色，粉红色搭的好吗？你不觉得粉红色蛮美的吗？粉色很漂亮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粉红色很漂亮哎、欸，大家看一下那个官网的那个实际颜色。这个粉色很漂亮，我觉得这粉色超美。它粉红色是很美的。健康肤色这样穿这色吗？我穿大地色会脏脏的。嗯，你的健康肤是要到多健康？有黑吗？还是纯粹比较小麦肌一 点？我是黄。对，我觉得还好哎，因为它有光泽，我是正常，所以它看起来没有像一般大地色系这样暗暗的。我觉得你穿大地色系会暗，感觉暗暗的，是因为它没有光泽度。如果它是有光泽度的，看起来应该还好。然后我是正常黄，然后它是白，是白，它是白，然后我是黄，那小白是
小白正常黄，我好像比小白黑一些。对，我有在外面活动的人，他推开，最近没有，我把推开。对，我觉得还 OK， 因为它有微光泽度，但是可能如果你是又黑型，可能看起来微微哦。嗯，或者就是真的担心，那你买黑色好了。对，黑色也是有的光，有它的光泽，也是很蛮美的。对，对，它也是有光泽。好，好，好了，好。